善良、真诚、有温度的女孩，她不光有好听的歌声，她还有美丽的心灵，我们真的很爱她。谢谢丹姐，有爱的您。花花，我是觉得薇姐其实今天的表演很惊艳，因为她其实每一场都在玩不同的风格，那今天我觉得这个风格也让她在舞台上像一个小精灵一样跳来跳去，来抓住所有人的心，有被你惊艳到。谢谢老师，谢谢谢谢。但是我们直播的结果，来美琪。对，因为其实 VG 之前就很担心嘛，你在台上会绷得很紧，但是我觉得今天你完全 hold 住这个场，对，谢谢。你在这个场子上面你非常的自由，然后特别开心。谢谢谢谢美琪老师。是的，谢谢。但是我们今天直播的结果会由所有的粉推团他们的点赞来决定，所以现在我们将抓取二位的水晶榜实时点赞排名，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结果。全场倒计时，5 4 3 2 1，抓取结束。接下来我就要公布你们两位将要进入到的区域了。首先我将公布的是 Pen， 请看大屏幕。截至北京时间20:35，水晶榜点赞结果，你要去到的区域是危险。没关系，我们继续为你点赞加油。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 VG，请看大屏幕。截至北京时间20:35，水晶榜点赞结果 ，VG 你要去到的区域是危险。谢谢大家。请两位同时去到危险区，但是我们现场的掌声，以及网络前的您，正在收看直播的您，请持续不断的为他们加油点赞吧，姑娘们真的太努力了，谢谢。这边请。这是他们很多人，绝大多数人第一次面临直播时候的舞台的考验，甚至是唱跳的考验。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太不容易了，很多人写歌写到今天早上6点，都在琢磨那个歌词的含义能不能最好的回馈给所有喜欢他们的粉推团们。今天晚上请持续努力的为他们点赞吧。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下一位选手张玉琪，他的明日小结。玉琪你好，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唱作人。你有一个酷酷的外形，但是其实有一个你少女的心。你是一个很喜欢做梦的女孩。对我来说，你就是一个奇迹。希望你在音乐的国度里自由的玩耍，向喜欢你的人去表达你想要讲的故事。加油。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玉琪。老师们说我很会讲故事，今天我要给大家讲我自己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叫张雨绮的女孩，她从8岁就开始唱歌。来到明日之子第一次面试，她非常自信。我平时是一个幽默风趣，然后很端庄大气的人，然而在小考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张玉琪，我觉得你这首歌唱的在我心里面是糟糕的。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原来也会怀疑自己，于是在第一次大舞台，他害怕别人不会喜欢他的第一首原创，他心里充满了恐惧。但是，呵，你们看不出来吧？因为他永远都只有一个表情。但实际上，我开心的时候有微微上扬，是要很细节的去发现。
在第一次到第二次大舞台之间，他还是很害怕。但当他站在楼梯上，这个时候他听到有很多人喊他的名字，他就知道这一刻不用害怕。第三次上舞台，他遇到了和自己一样不爱说话的蔡维泽。他说自己很喜欢蔡维泽，因为他也不怎么说话，但只要说话就句句在理，然后他可以唱自己喜欢的歌。张雨绮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这样的人。还有《命运之子》第二季，蔡维泽是最强唱牌，《命运之子》第三季《水晶时代》，张雨绮也不能输。有请张雨绮带来原创歌曲《Light of Heaven》。曾见过这天堂光出现在想家的方向，每一次你见到无声的回荡，在心最空荡的地方，离开多久的谁还在流浪，告诉他此刻不必慌张，忙碌的人总在夜里仰望，下一刻就要天亮。 Then the heart it goes on and on， 又要去向多远的地方，在懵懂的片刻听不清谁在唱，我不曾悲伤，别来别来又不恙。风吹过无数